第十一题，演唱会开始时，胖虎用麦克风向全场的歌迷大声问好。此时，歌迷的尖叫声及掌声四起。请问下列哪项声音的传播速率最快？老师上课强调过了，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一样，所以不管是歌迷的掌声、歌迷的尖叫声或胖虎的问候声，他们在这个同一个介质里的传播速率是相同的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哪项声音的传播速率最快？好，答案选的是猪，声音都一样快。